慷慨同仇日，相关百战时，功高名主眷，辛苦后人知。是哪位忧国忧民的痴心人带着慷慨悲歌呀？哎呀，西南老弟是你啊。听说袁父兄卸任在家，特来看望看望。哦，请，请请。西南老弟，你不是在仕途为官的吗？何时成了局外之人了？啊，上茶。想当年，你我同科进士，你任少武知县。我受肃宁之县。啊，好好。前几年各地纷纷给魏忠贤建生祠，我动工稍晚了点儿，就被免了官职，卸任归田了。奸宦专权，贤人志士多遭陷害了。袁素兄，你镇守边关，功勋多著，连获宁远、宁锦两次大捷，怎么也……一言难尽呐。总之，如今成了闲云野鹤了啊！闲云野鹤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啊？古人说得好啊。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。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嘛。啊，厉害厉害，看来袁素兄果然用兵如神呐。啊，不下了不下了。中盘就要告书，我行不行？识时务者为俊杰嘛，何必非要碰个头破血流呢？哎，啊！爹，爹，街上贴出了告示，说喜宗皇上驾崩了。啊！没什么可惊讶的，只不过国中又少了一个木匠而已。谁继了皇位？晋王。袁素兄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风云莫测，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。公元1627年，明天启七年八月，喜宗皇帝殿驾，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，年号崇祯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万岁，夜已三更，请圣驾安歇吧。去吧去吧。工部主事陆承元启奏万岁，魏忠贤破坏祖法，私设内操兵马，图谋不轨。吏部主事钱之义启奏万岁，魏忠贤盗窃国柄，结党营私，排斥异己，陷害忠良。
共生钱家庄启奏万岁，魏忠贤贪污国币。魏忠贤私设兵马，图谋不轨。魏忠贤把持朝政，排斥异己。我岂能饶你？哦，万岁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去去去去，到我歇息去吧。去吧。九千岁，昨晚上万岁爷一夜都没睡觉，那一摞奏折可全都是冲着您九千岁来的。万岁爷还说。说什么？说我岂能饶你。嗯，九千岁这风头有些不对，得赶快拿个主意啊。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的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也不能装熊。横竖是个死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九千岁做如何打算？速调御林军和内操兵马，我要血洗乾清宫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要想坏我的事儿，什么？二卿刚才所言可是当真？臣等真敢欺蒙万岁。好，二卿举发叛逆，于国有功，朕日后自当封赏。下去吧。是。来人呐！在。万岁有何吩咐？速召孙承宗进殿议事。是。九千岁，九千岁。都到了卯时了，兵马为何迟迟不到？皇上突然下诏革去魏良卿的官职，御林军已统归孙承宗指挥了。啊，他娘的，那问题人和梁天东打昨儿起两天没露面了。他妈，我打了一辈子雁，反倒被雁给牵了。问题人梁天东，你们这两个兔崽子。九千岁，九千岁，不好了，孙承宗带领御林军把府门团团围住了。天哪，要抓我，我魏忠贤是九千岁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谁敢抓我，谁敢抓我呀？我不服啊，我不服啊。把门撞开，走。
如今恶逆已除，内患平息，朕捐二卿前来是想商议一下复辽大计，不知万岁如何打算。如今东鲁对我大明虎视眈眈，是我朝心腹大患，此患不除，国无宁日。朕欲选派一干练之人去整治辽东防务，万岁之见甚是，但不知朝中何人可遣。二卿举荐何人，仅可明言，不必顾虑。万岁，恕臣斗胆，防守辽东，抵御东鲁，非袁崇焕不可。此言正合朕意。万岁，宁锦大捷之后，袁崇焕建功反而遭贬，只怕他心灰意冷，不肯复出啊。不，此人不涉城府，内职外方来去分明，现遭奸患所害，但如今恶逆已除，朝政昭昭，袁崇焕焉有不复出之理？万岁所言极是，真是知袁崇焕者莫过于万岁了啊。前朝曾有刘备三顾茅庐之典，朕求贤若渴，当效前贤。孙爱卿在，朕命你亲赴广西，待朕恭请袁崇焕出山。遵旨。爹，爹，孙伯伯来看你来了，快点啊。什么？啊，孙伯伯、哎呀啊，孙大人，栾素、快请。孙伯伯请。您坐。孙伯伯，哎，你喝茶。哎，赵慧过来啊，让孙伯伯看看。几年不见，长成大姑娘了。怎么样，许配人家了吗？孙伯伯，您净开玩笑。这丫头。元素，日子过得如何？无官一身轻啊，倒也自在啊，只是这心里空落落的啊。孙大人此次不远万里来广西，是袁素，朝中变故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。万岁英明，铲除恶逆，大快人心呐。啊，是啊，可内忧虽平，外患依旧啊。嗯，万岁整日忧心忡忡。万岁时刻盼望早日收复辽东，所以特派我前来恭请袁素回京赴任，重振边关。你平素立志报国，现在正是你大展宏图的好时候啊。收拾好了，明早动身，早早歇息吧。母亲病重，我本应该守在家中尽孝，
现在要让你辛苦啊。去吧，你们去吧，别顾着家。夫人，我对不起你。宁静大捷之后，你蒙阴受贬，你是前车之鉴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俗话说，伴君如伴虎啊。可今非昔比呀、啊。如今奸患已除，当今万岁是圣明之君呢、啊。宦海沉浮，吉凶难卜。你主意已定，我也拦不住你。只是要多加小心，多多保重才是。我留在家中守护母亲，替老爷尽人子之孝。夫人，爹，爹，你们倒是快点啊，他们都在等你呢。来了。谁？袁素兄，看来是留不住你了。官身不由己呀、啊。愚兄此去，老母就托贤弟多多照应。啊啊，请仁兄放心啊。只是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逢啊。待平定金奴，收复辽东以后，余兄一定早日返回家园看望贤弟啊。大人，临别没什么可赠的、啊、送一幅画留作纪念吧。啊，张良墓道图。汉高祖刘邦也算是一代贤明君主吧，可就是这位圣主，在他得了天下之后，却杀了所有跟他同甘共苦一起打天下的忠臣良将，唯有这个张良功成隐退，才免遭杀身之祸呀。功高盖主，贤能遭及，历来如此啊。余兄一定铭记在心。好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万岁，袁崇焕到。臣袁崇焕参见万岁。啊，袁卿，快快请起。袁卿蒙冤遭贬，是奸宦专权之过，让你受苦了。万岁，如今朕重新启用卿家，望你不计旧怨，重整边关，消除外患，造固边陲。谢万岁知遇之恩，臣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哦，来，来，啊，坐下说吧，啊，来坐。箭步跳梁已有十年，国土沦丧，辽民涂炭。爱卿万里赴召，不知有何方略？啊，坐下说，坐下说啊。赴辽方略，不外臣当年所说，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，并采用守为正招，战为奇招，和为旁招的策略。采取以上策略，必须
啊，必须脚踏实地，稳扎稳打，且不可急功近利。此所谓法在见而不在重，在实而不在虚。好，但不知金奴何日可面？以臣之力，五年之内全辽可复。好啊，五年复辽便是方略。朕要把元清之壮语晓以群臣，激励众心啊。启奏万岁，后宫有事请示皇上啊。众卿稍后片刻。元宗啊，五年复辽有把握吗？目前辽东边被废弛，刚刚接到边报，广宁、宁远粮饷欠缺，军心不稳呐。其实后金军力雄厚，岂能一击即溃？五年复辽谈何容易？是啊，五年复辽本非易事，可我见万岁求胜心切，不忍当今皇上不同先帝，轻言慢语敷衍是不行的。我再见皇上要多提提难处。好啊，哈哈，五年复辽，元庆，朕是不吝惜封赏的。袁大人，你近日就要离京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有什么话，尽管讲。万岁，以臣之力，五年复辽并非难事，但皇上必须给臣以方便。哦，什么事？事事必须应手，任何人不得掣肘，否则都是些什么事啊？首先钱粮必须及时供应，不得耽误。粮食之事，朕令户部操办。其次，兵器马革也一定要精良。啊，此事朕叫工部筹办。今后运往关外的兵械，均要注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名字。啊，是。元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讲？今后五年调兵遣将，悉听臣便，兵力两部不得涉阻。好吧。还有，以臣之力统全辽军务绰绰有余，但挑众人之口常有不足，一出国门变成奸阻，恐有既能渡宫之徒摇唇鼓舌毁谤分歧，既或不能以权力撤臣之肘，却也可以意见乱臣之谋啊。况且屠敌之急，敌亦能乘隙而歼之，陛下知臣爱臣，臣本不该有所逾矩，但其中危困，臣不敢不直言臣奏。万岁，袁大人直抒胸臆，全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啊。元清，
不必多虑。朕深知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之理，你就放心只管大胆赴任吧。是万岁。朕封你为右副都御史、兵部尚书、都师蓟辽，并赐你尚方宝剑，准你便宜行事。谢万岁。爱卿请起。请还记得这把宝剑吗？望卿佩戴此剑，重振边关，早日复辽。只要臣在，宝剑和江山必在。啊，宁远就要到了，阔别三月，终于又回来了。祖叔叔和叔叔他们不知在干什么。爹，我真有点想他们了。慧儿啊，怕是更想小强了吧。爹驾。大叔叔，叔叔，大叔叔，大叔叔，为什么三个月不发粮饷？为什么不发粮饷？我说，户部不拨躺金，我也无饷可发呀。你们贪污躺金，还陷害忠良，把袁大人挤走了。袁大人不是我整走的，是先帝。住口！有人看见你给魏忠贤写密信，诬陷袁大人。我你还狡辩？我没写，我没写呀、啊，我没写。我是给魏忠贤写过密信。你看，我也是。都督察，上面来命令把他给放了。什么？谁的命令？是袁大人。什么？袁大人回来？是啊。定是为何哗变？回禀大人，卑职曾多次行文户部催发粮饷，可户部回文说去秋受灾无国帑可发，让我们自己筹措。那你是如何筹措的？卑职和英公公商议，将宁远官衙库存粮饷全部清出，再向当地商民筹借一些。可宁锦屯兵数万，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无论如何，你身为通判，不按时发放军饷，就是渎职，必须惩处。袁大人，此事怪不得。来人，来吧。拖下去重打20斤棍。是是。
祖师大人治军多年，当然知道士兵哗变乃军中大忌，不知你将怎样处置啊？这还用问吗？带头肇事者一律处斩。祖师大人，应该区分情况。区别什么情况？这么说还要分个远近亲疏吗？对反叛者还有什么好区分的？把肇事者带上来。是。苏小强，你聚众哗变，殴打监军，扰乱边关，知罪吗？我无话可说。打入死牢，明日问斩。慢，都师大人，小强与众人不同，其中一定有难言之处，还是请都师大人。是啊，都师大人和祖大寿是莫逆之交，小强又是你未过门的女婿，是不是？放你娘的狗屁！军法如山，压下去。不能饶恕小强吗？女儿就求你这次了，难道你不爱你的女儿吗？你就这样狠心吗？爹，爹，看在女儿的份上，你就饶小强这一次吧。看在他幼稚无知，看在祖大叔的份上，你就不想想女儿的终身吗？爹，孩子，军中大事容不得私情啊。 你就原谅爹爹吧。老爷，祖老太太来了。啊，奶奶，赵慧儿，孩子，袁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伯母。大寿不在，都怪我管教的不严呐！要杀你们就杀我吧，我就这么一个孙子，我愿意替他滴罪呀！伯母，我。我懂，我懂，国法军纪，
伯母，我和祖将军情投手足，我们虽非一姓，但胜似一家呀。小强和赵慧又定了终身，我怎么忍心杀他呀？可谁知小强聚众哗变，犯下死罪，如今关外各镇守军粮饷不足，士兵不满了，我如若对小强姑息纵容，我何以治军，我何以收复辽东啊？这道理我懂，可是不，伯母，从今后崇焕就是你的亲儿子，赵慧就是你的亲孙女，我崇焕，我体谅你的难处，要战就越快越好，千万可别等大寿回来呀。袁大人，不怪你，都怪我办事莽撞，闯下大祸。我情愿一死，警戒藩军。爹，爹，爹，
哎